点就来了。七点啊，早上七点啊，对啦。啊，我中午回去，我中午回去吃饭，然后再来。我叫你带三个便当，你不要。你要等那条，那条就剩一只起来。还早嘛，现在还六点多而已，还有一个半小时。嘻嘻。他油漆油到船头就不油了，你看，他只油到那里门子后面油，前面不油。不要讲话，在录影啊！哦，土耳其的柜子啊，这是要土耳其的啦。